我把眼睛闭上了，是他。 是我，这么巧又遇到了。那送我回去，好吗？好。又是这小子，大小姐在这站了2个小时，就是专门在等他。 而且怎么又牵手了？干脆做了这小子吧，看着就碍事。别急着动手，再观察观察。好香啊！ 在那边是这儿，有柑橘的香味，还有很多其他果树的香气。什么？我好像只能闻到橘子的香味，其他的就很难闻出来。眼睛看不见的话，嗅觉就会敏感许多。 那我也试试。我把眼睛闭上了。原来苹果的香气这么美。 那边是桃子的味道，那边是不是有梨子的香气？不是，是蜜瓜。